个我觉得很像。什么？这个哪里？出来像什么？河马吗？来，问人家一个。这个啥？那你啥？モノノケ姫の。モノノケ姫是吗？モノノケ。他说那个魔法少女的。魔法少女。学动作，因为他现在涨潮了，把他的最大的特征演住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是大象。坐，因为海水涨潮了，所以那个鼻子呢看不到了。哦，在那边那个鼻子有没有？啊，大象。麦，你帮我们用一个动作教大家，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大象。大象，哎，要怎么？大象一起来的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可以呢。打手说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有一个他竟然不会用大象，哎，要怎么进去啊？你们怎么进去的？后来他又给我爬出来了。谁啊？谁？嘿，阿美。你吗？你不会来人？你再看，你再看，你再看。你骗人！不是，我是故意的吗？你故意？认真。鼻子不是，他一直跑出来了，不是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帮你，有了，哦，金包里呀，啊，来，这边，来。同学来台湾，因为我们家拜拜嘛，然后我们会有那个以前的红的那个毯子，上面写金玉嘛。那金玉日文就是金他妈，就是早晚的意思。啊！他吓到。金他妈？金他妈？他妈？对。哦，他们的汉字是写金玉哦。所以金玉马上就是站在整个客厅都站在马上，跟日本人吓尿。不好意思，这边坐这个。哎，金玉送的，哎，都是。太怪了，我日本人吓一跳。哦，又学到了，太好了。金刚马，哎，看到吗？